坐好的留着哦，你的气色很好啊，感觉不像有生病啊，怎么那么没有活力？觉得咪儿好像没什么问题啊，只是说，就是动不起来。啊，对不起。 那你最好听了，还是休息一整天的，你要让他休息多久？好，来来，哦，有，就是这样子，耶！哈哈，明野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飞吧，飞吧。 加油！马哥哥动起来！<笑>你那是不是滑垒啊，米野？哦，有！米野恢复自信了。哈哈哈！我特别喜剧。本是同根生。 相煎何太妙，懂吗？七步诗，七步诗是当年啊，曹操的儿子曹植，还有曹丕两个在兄弟戏抢，就跟你们一样的时候，啊，曹丕呢很想杀了曹植，他就逼他七步内成诗，不然就把他给咔嚓，有没有？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子，后来呢，曹植就做了这一首诗。 要不要我念完整的给你听？我Google一下。哎呀，玩起来！你们是在玩？告诉我你们是在玩。你好。 追女孩子就冲冲冲！提起你的勇气，男人的魅力不是在于跟公猫打架，了解吗？而是展现你自己的自信，发挥你的绅士气度，他会迷上你的。
阿金，阿黑妞呢？不见了。你看好，那种把你站下来。你这是哪招啊？Oh my god！ 探险模式。哎呦，阿金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为什么是地鼠在抓上面的？抓上面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伤心，你这样做会被女生扒，是刚好而已。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你们。联合了吗？米雅金，你们是要永远在这个家好好相处的兄弟。